赵玄，你还活着，我就知道，知道王上你的衣服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没死。好一出倩女还魂呀，倒让老夫感动了。王叔，你身穿甲胄，带兵器进宫，这可是造反啊！那皇上要治我什么罪啊？ 诛九族吗？来人，给我把亲王拿下！抓住景太者，封万户侯！大胆！别让青囊跑了！兵部于廷义护驾来迟，还望皇上恕罪。 于大人，哼，没想到吧？昭雪早就猜到了王叔你会对我皇兄不利，所以才安排了这么一出戏，就是为了引你出来。老夫戎马一生，没想到竟败在你这个贱婢手里。王叔，只要你肯投降，朕可以饶你不死。哼，为君者不肯妇人之仁，成王败寇，你我今日。 只能有一人活着。多谢王叔教诲。来人，给我把反贼亲王拿下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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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投降吧！读书修说还错，只有战死的皇上，没有投降的君王。好，这才是一个为君者的气魄。真不枉王叔曾经教导过你。再见吧，侄儿。啊！啊！ 不管你是谁，都是朕最爱的人。答应我，不要再离开朕了。